正就是，为什么我感觉我这个有点黄呀，还是什么？为什么那么黄？你看，我还是咳嗽。太难了，房间好黑啊，不黑主要是我家的这个阴影其实是不黑的，这个阴影好黑啊，灯光有点暗吧，也没有哦，是那个阴影太黑了，接送的荧光棒了。你太久没来，大家什么？追在直播间，什么东西啊？你在开黄腔是不是？你在开黄腔是不是来了？是不是在开黄腔？拉出去也毙了。哎呀，我在想我要不要换一条裤子啊？穿的是我的睡裤。睡裤不能穿一条睡裤，睡裤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我看看，我这个耳机都坏了，被我用那个叫什么？被我用那个给嘎掉了，被我用椅子给。是的，还没有好利索，我好痛苦，这个一直在咳嗽，很痛苦。出完，我看看有没有声音啊？哦，没有声音，完了，耳机也坏了。好好养病，是的，这个吗？我看一下，有没有声音哎？就这个，没有。那我拆一下我最原来的耳机吧，又搬家了，哪有那么多钱啊？在这干嘛的？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。
相思，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。欢迎啾啾，这确实容易开胶，现在耳朵都麻耳朵都麻，麻的要死。一进这个直播，一进这个地方就特别想咳嗽，是不是里面有毒？进这个房间特别想咳嗽。你们有问题啊？问题肯定是出在你们身上。拨开天空的乌云，我只有一个耳朵有声音。像蓝丝绒一样美丽，我为你翻山越岭。要睡觉吗？却无心看风景，我想你，身不由己。有电。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，但愿你没忘记。是男孩子身体了都有毒。气色这么差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没洗头。两个人相互回忆，今天没有洗头。胜过夜晚，洗头没有洗头，好久不见。却无心看风景，就一个桶怎么地呀？我想你，鼓足勇气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，晚上好，哥。但愿你没忘记，我永远保护你，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好老的歌。爱就一个我只说一次，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。野花太放肆，守住下单。嗯，有没有晚安？哥们赏一点吧，赏一点，最近失血过多了，最近真的失血过多。最近大出血，是这耳机吧？应该是。最近大出血，血都出没了。欢迎 KK。还没好完全，我承认了，我很脆弱，我需要一个，什么东西要飞我嘴里啊？我承认了，我很脆弱啊，召唤。妖怪还要攻击我，妖怪还要攻击我，还要攻击我，妖怪他攻击我，妖怪攻击我，这我看看啊，里面得加点什么。那这样我就去换条裤子了。本来是血裤的，往上提一点吧。
你披件衣服吧。我好的很、啊、哥哥们，我好的很，你们不要不要，没有这个病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就是他也不是新冠，但是就特别难好，不是特别特别容易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这几天虽然说也没怎么熬夜吧，但是不知道为啥就还是不好。住院，住院他就是抽我的血，然后去化验。呼化，这是我病的最久的一次了，没有了比这个还要久的，到现在还是咳嗽，痰特别多。希望有个人给我吸痰，希望有个人给我吸痰。粉钻哪里看？粉钻的话，右上角。Go man。这不是我真帅呀、啊，这是真帅呀、啊，真的就想有个人给我吸糖。点开礼物右上角可以开通粉钻，江江现在就想要粉钻，这样吧。咋、啊、那个叫什么？就想要粉钻，如果哥哥喜欢我的话，就开个粉钻开心一下，然后粉钻的话可以得到江江的写真哦，好温柔啊，手哈，可以得到江江的写真啊、哦，还有其他一些，其他一些忘记了。你这是什么身体素质啊？经常病啊？也没有吧。这都冬天了，一下也开始穿薄袖了。没有，只有哥哥开了粉钻就知道我穿的保不保守了，开了粉钻就知道了，开个粉钻怎么办？今天头耳机就一个有声音啊，怎么助眠啊？你们要不要助眠啊？11月份就要打工干活了。11月1号万圣节，好久没来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今天没洗头啊。狗妹啊，狗妹，等一下，我把这个连着吧，反正咱听得到。什么听到？狗妹。显示器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显示器怎么了？
风格咋变了？啊，没变啊，只不过今天之后觉得鼻子怪怪的，有吗？那我今天可能涂多了吧。抹掉一点。好了。生病少说话。不说话，请问直播还有意义吗？坐着。啊，请问不说话，不说话的话，直播还有意思吗？直播就是要沟通的呀。啊，直播就是要沟通的呀！你们叫我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的话，那请问怎么办啊？嗯，可以来点肢体语手语。手语啊，手语的话，那我只会。手语的话，不要说话。等你九天了，有吗？有九天吗？那我们就失眠吧。主要是我一个耳机坏了，然后一个耳机坏了。我最近特别喜欢手办，最近特别特别喜欢手办。换房间了吗？没有，只不过把之前的那些装修给扔掉了。之前那个叫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搞……哎，你们听得到我的背景音乐吗？要注意咳嗽关麦了。欢迎鬼鬼，欢迎白嫖。黄牌子的话，那个叫什么都有房管的哈。哦，那就行了。窗帘为啥去了呢？很黑暗呢。很黑暗了、啊，感觉那个叫什么，下了直播之后，在这个黑黑的房间里，总是想做一些，就是感觉吧，就感觉吧，这个房间让人就是有点神志不清，开玩笑的，有点神志不清啊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四周都围了那个窗帘。然后就有一种就是窒息的感觉，有一种窒息的感觉，就感觉好像四周就是透不过气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我明明这边开了一个窗口的，但是这四周的这个叫什么，反正就是不好，是我太那个了，灯光不足，反正就是围着，就是感觉就对。也不压抑，其实就是有点说不出的感觉，很闷。然后那个红色的椅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怎么会买这红色的椅子？我脑子真的奇葩的脑子，真的很奇葩。我怎么会想着买红色的椅子？土的。手，所以那椅子呢？被我移出去了。
次尝试的。像某人的飞机，谢谢，谢谢。稍等一下，我把那个标题改一下。我的本子呢？小某人，你好久都不来了，还咳嗽吗？咳，咳。
没办法，这个生病我真的顶不住，顶不住。喜欢静静的话，可以点关注啊，哥们！点个关注不迷路。好热呀，怎么回事？有点热。要晚一点哦。好点了，但还没有完全好。雨都很大，就拿一个这个，穿的心动了吗？有没有让你们心动？怎么可以穿个黑丝吗？渣男啊！凡是今天让我穿那个叫什么，凡是今天让我穿黑丝的男生，都是渣男。都是渣男。对，我最近喜欢穿白丝。我今天喜欢穿白丝耶，真的，我今天特别喜欢穿白丝。最近啊，屋里啊，好冷。
冷死了。冷得我瑟瑟发抖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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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看我能不能做这个。什么叫堕落？堕落你个锤锤！堕落你个锤锤呢？就弟弟戴上眼镜啊！晚上好啊。我试一下这个，最近喜欢用这个。生病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了这个毛病。这好像不太行哎。记得关注王哥，你们还能来看我，说明你们还想着我。我以为都没人看我了。我猜那也太落魄了吧，等一下稍等，我今天用这个这太高了。好的，哄你们睡觉了。
较简单一点，说的委婉一点就是傻子的意思，说的难听点就是傻的意思。你这样说不太好。小的，完了，这好像也不行。什么时候用？现在用一下吧，怎么样？先用一下好了。感觉得换一个支架，这支架不适合。臭弟弟呀，混蛋，傻子，好的，姐姐汗都出来了，对，给弟弟听听心跳，我现在就要交换应该可以了。
那我们来听一下心跳了。不知道行不行啊？我试了一下，我是可以听到的，是比较微弱。Thank you.
生病了，这几天一直吃了一个月的病了。最近好不容易好一点了，我都会要咳嗽了，你要忍一下，知道吗？要忍一下。谢谢关注了，谁今天没有穿袜子哦？谁也穿不动了？你们有没有想听的？准备做什么鬼啊？下防棍的宝贝，接送的鱼丸子，好多汤汁。
机器弄得我好不舒服。给人整过了，太用力了，一不小心捏爆了，万一听风啊，万一哥哥们回家了。指甲已经剪掉了，小豆，小豆回什么舍得？我就一直想回来。我现在只要真粉，天小兵的真粉。
不是果冻。果妹啊，果妹啊，实在是无心打扮，对不起，无心打扮啊，无心打扮，所以就穿睡裤了。嗯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库里斯，裤子里穿着黑丝，库里斯，我买了。现在底噪有点大，对的，这个底噪是很大，对的，这个底噪是比较大一点，因为开的比较小，现在好一点了吧？这还是比啊，我们漏口是吧？唱歌了，我要唱歌了，我要唱一首《爱情买卖》。爱情买卖怎么唱来着？忘记。我要唱歌了，我要唱一首《爱情买卖》。爱情买卖是什么？是怎么唱来着？我都忘了。来。不会呀、啊！哦，他这个是你。哦，想起来了。好、哦，开始了。你们怎么都知道啊？好厉害呀！你们都知道。好了，接下来的话就是楼会高啊，楼会高。嗯，猪猪，猪猪，你们的耳朵。楼会高，楼会高。
大的很温柔。天没有黑丝啊，但是希望黑丝在你心中啊。提醒我，好羡慕哦！但是我觉得我建的话，肯定很多人举报的，所以没机会了呀。先关注了。关注公众号吗？
荧光棒了。洗洗头吗？你说是我这个头还是你们的头啊？那种发烧了，发烧应该是没发烧，就是全身很疼。石头玉洁的话还是挺适合的。狗妹啊，狗妹，跟不上啊，狗妹，狗妹。狗妹，狗妹。还是挺温柔的，
个耳朵。这个的话提醒。别办卡了，然后的话就给你们听试试了。
然后手上都是亮片。是吧？喜欢关注老哥吗？喜欢江江花可以点关注，加入群我看人家弄的。看一下。我今天还收到两个赞粉呀。这个吗？还有这个，两个。是你之前装的硬的，刷子的话就只有这个。这个喜欢江江花可以点我关注啊。
就是这个，主要是这个架的好高啊。黑色的，哪个？是哪个？不是这个，那个硬的，硬的，这个是吧？
只有一边吗？我这个耳机坏了，坏了一边，我还以为我耳机坏了。怎么回事？对，真的。哦，这样吗？所以一直是只有我，所以不是我耳机的问题啊。可以等小恶魔。做直线，别弄线。做妹啊！没开特效啊，哥哥，这不是白弄吗？真是的，你再送一个。再送一个，看看，再送一个，就有变装了。刚刚没有开礼物特效，好卡，好卡，卡死了。谢谢 KK 的阿妈。
关注我。嗯，哇，你过来一点，先关注了。主要是我现在痰很多，感觉我要说话的话，感觉就是要先咳痰这样子。先关注了，感觉我这个光真的有点问题啊。这是什么？爱乐之舞是什么？这是啥？不知道啊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先用瓜丝丝的爱乐之舞。阿里嘎多。牛啊，1000块的礼物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这么牛？真香！就用花丝的爱乐之舞了，截个图吧，1000块的礼物哎！快点给大哥安排上。要看我的牛牛吗？要看我的牛牛吗？我有牛牛，要看吗？不知道，我是那天突如其来听到一个妹子，她说你要看牛牛吗？我想牛牛是什么？牛牛可能特指一个神秘的东西啊，不知道，学的话术啊，抱歉。好的，不学学坏了。没有啊，人家是个萝莉呀。啊，我们这方言牛牛是欧派。那有可能是这个东西啊。
有可能是这个。哪里人？没有人，人家是货真价实的萝莉。最近我很喜欢萝莉，我被那一种那种叫什么折服了，谢谢用户啊思思。哎呀，我刚刚没有截图截到，哎，没事，后台应该有。你有没有想听什么呀，何思思？啊，我是个毛的兔兮兮，
我倒希望一九三三。还有没有想听的？没有的话，我就自己 DIY 了。我担心呢，那么一万精神小伙，我倒希望一九三三。你们的耳石多久没有清理了？有多少？臭弟弟已经睡觉了。有多少？臭弟弟已经睡觉觉了。两点半。一直在休息啊，生病了。哦，没有啊。
一样的吗？怀孕了吗？洗内，你给我洗内，我哪里怀孕了？看着眼睛很大吗？女王觉得很大。这样好了吧？这个家都没有啊，就换了一个方向，换了一个方向。上次那个场景好哦，对，那个场景好吗？我喜欢黑色的那种类型。这地方太小了，然后搞了那个的话有点压抑。那你能不压抑啊？我有点压抑哦。你们吃一个果冻，只要我自己饿了。以后就这样，没有啊。后面会有装饰，透露信息给你们啊。最近喜欢手办。那就换点白的吧，对的。最近喜欢手办，给我们吃个果冻啊。
吃的啥药？药是好药，但是这个的话得靠牙。药是好的，菲力克盐酸什么的，还有氨什么的，还有蓝什么的，都叫不清名字。
是我本人在用啊，两个都是我本人在用，没有其他人叫我的吗？叫的是你，叫的是哪一个？讲道理都是不见，感觉好像变磕碜了。给我一下，那应该是另外一个号。今天头没洗啊，可能头发有点塌。这个是，那你应该是另外一个。15分钟的话，我就下播了。这个应该好捏一点。
是我今天那个叫什么，没洗头，好烦。没有洗头头，这不是睡裤吗？是的，睡裤。想穿睡衣的，但想了一下，感觉好像不太好，然后我就穿了那个，穿了那个叫什么？已经养了一个月了，然后还是没有好，还是咳，感觉好像多多少少不能治愈的吧，感觉好像蛮难的。跟这个应该没关系吧。主要是我本身自己体质也不好，看医生了吗？看了好几回了。涂方法要到病除，真的吗？就是感觉不管是什么，就是感觉多多少少会遗留一点那个的，所以你们要增强抵抗力啊，不然的话像我一样就很痛苦。主要我头还特别疼，特别想吃，但是海鲜的话，我好像不能吃。
可惜了。平时打什么游戏啊？小将平时打手游撸啊撸。跟你一次直播太难了，接下来就正常了，主要生病啊。都怪你们让我生病了。让我生病了，主要是我最近在准备那个，准备万圣节，万圣节还有，就是江江现在只收钻粉，钻粉的话可以卡微信哦，钻粉可以卡微信啊，哥们，本来要500的，现在只要200多，是吧？200多。然后还有酱酱的写真，好听的，好看的。好听的，好看的。万圣节会掉一个限定，11月再掉一个限定胡桃，158就可以了。现在158嘛，续费158吧。我觉得螃蟹壳最好吃，那你可以多吃一点，那你可以多吃一点了。谢谢关注了。睡着的吗？有没有没睡着的哥们？都睡着了吗？这样看我好像有点大小眼呢。但是又是一样的。人钻粉卡微信，哇！谢谢梦想的钻粉，我会好好对待我的钻粉们。以后就是欢迎钻粉回家，谢谢钻粉。好像没什么事情交代的，你们记得可以看一下我的，看一下我的那个朋友圈啊，我劝你开门。然后11月份的限定是胡桃的那个皮肤，然后
你们开通钻粉的话，每个月就是都有皮肤掉落，就是写真，再加上每周的好看的、好听的更新，只需要一个钻粉，然后，差不多就这样了。现在酱酱只有钻粉是有东西的，然后也是更新的，每个月续费的话都会有写真，有新内容。就200多块钱吗？一个月啊，200多，一个月不贵吧？没有粉丝群，谢谢关注了，那我就下播了。我身体不好，得溜了。看个人，什么看个人？今天收到三个钻粉了，明天我就好好播，又去上班了。我上你个李奶奶的，早点睡觉，好哥们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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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睡觉了。